这个可能1000块了。不可能啊，万代卖的才1000块，可不可以买到你们奖？好像是蛮喜欢的，是不是？ 我没有喜欢，这不可能只有2000块啊，20000块吧？你想骗我？这个也是之前想开箱给大家看，可是就还没开。捷运超人啊，他也是，他也是。哎、欸，乔老师拍片啊！等一下，我浇个水。你在干什么、啊？雇我的职务。你说要拍片了？对啊。今天什么主题？今天圣诞节啊。圣诞节。对啊。今天上面是圣诞节，圣诞节前对不对？对啊。这就是国际玩具特色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板娘。你在期待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也期待？期待看他怎么被揍。老板娘，确定哦，特色日哦。你太夸张，你撞到月球了。就都一次啊，特色日，对不对？光是这个就摔几次了，因为如果是马丁摔的话，你会多生气。这个把它点一下。这跟你阿嬷好像。太扯了吧！放不上去了，差不多这样。碎啦碎啦，来，我们把所有东西请下来。请下来，他是人是不是啊？趁着今天的特色日，直接特色开箱开起来。接着下来就是12月15号，算是国际玩具特色日哦，因为以后就不会再讲圣诞节，那我们为了庆祝圣诞节，然后大家都会有耶诞礼物，那这个就算我耶诞礼物哦，你的耶诞礼物也太多了吧？这个我看都同样的东西。之前我们去敏恩他家，然后他就有一套这个放在那个角落，他说现在这个很便宜，差不多3000多块一整套，他叫我上网找。看有没有3000多块？这个系列就是野兽冒险乐园。你说整套3000块？对啊，哦对，阿木也有。冠军阿木是不是3000块？阿木也有。阿木不是都20-30块而已吗？玩具就是要一起玩才会好玩，对不对？下一个玩玩具，3000，你就写这个野兽冒险乐园。我都忘记要计价钱。我这次特别用了红笔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提出警告的意思。我以为像你的血一样在滴，在滴。其实这个不错。其实这不错哎、欸，你看3000块买这种东西。这是老鹰哦、喔。那不是老鹰，它已经会站起来了。它就是神雕。老鹰界的金叫老鹰。老鹰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终于收足了这一套，3000。鬼才信啊！真的，光是原料就不止3000了。那、啊、就是因为它过了一阵子了，然后有点便宜了。对，第一组，野兽冒险乐园，给过。下一套，这个哈，对对对，一直在买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这个就是因为老板娘一直觉得我每次买这些都很花钱，那这个算是保值。那我买来。如果刚刚还没摔到之前，它其实是保值的。可是现在这盒子都歪掉了，所以这一盒势必就要开了。就是这个是万代推出的 SH Monster Art 怪兽类，就哥吉拉嘛，经典。这没办法，这刚刚可以放到核损区去卖。没有了，好了，总之这个一只就是1500。1500，这个哈。它其实我们之前有开过一个这个机械的斗牛犬，然后它这个算是这个系列的第二弹，它是机械柴犬，然后它两个颜色。是柴犬吗？这1380，妥妥的价格。哎、欸，还有舌头，这是舌头。对，啊，就可动哦。上一次的那一只斗牛犬还是不可动，这一次是可动。是没看过。来，狗狗高贵，可以摆出这种法拉利的动作、哦。法拉利的动作，好可怜。但是狗会走路变这样，你这是拉屎拉尿、啊。对啊，它这只脚，这只脚不能折、欸，折不下来。好啦，总之这个就是赛博柴犬。为什么又赛博了？赛博朋克，就是那种机械风格、啊，这个蛮有意思的。1000多块，你看完成品可动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可以买？可以啊，合金的。可不可以买到你们奖？
这个就有这种可动类，我们就一起开。然后它是超级赛亚人悟空，我真的是无法理解，就是一个东西哈，虽然说它有可动跟不可动，可是明明大小啊、长相啊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那为什么要收那么多呢？对啊，就是我们心目中都希望可以成为最强的男子，就是超级赛亚人就是我们的一个饭点。所以呢？就这样，看一下多少钱，1520，那这个就是收的，也不会开。现在没有连接，想买的可以。没有、啊。然后再来这个 ，Mephist 这个系列里面的，这可动，这个是真的是不错。黑武士其实虽然我收了非常多啦，可是就是不同版本、不同造型，就是细节上就有一些不同的刻画。那这个版本是我看一下，其实黑武士腰带都带歪嘞。没有，它可动，它可以。这是他刚去尿尿。它是哦，它是什么？侠盗一号里面的达斯维德，1920，1920是钱是不是？你以为在讲年份呢、喔？对，哦，这古董哎、欸，这是有加一个女生，这是没有单纯车，然后这一盒是有人的，对啊，这个是男的，这是，哎呦，你看这个除了有车，还有羊，还可以骑羊，谁骑？有这个桥段，什么桥段？也是羊，像那个动画里面致敬，还有这个桥段。好，可以。什么萨克的那个？哦，这个之前我们开箱过，不是啊，联邦军的那攻他位啊。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开箱过一个系列，叫什么？库克罗斯德安之岛这个系列里面的库克罗斯德安。那这一盒是1365，联邦军专用摩托车，也是1365，就是1430。哦，这个是 Mega House 的这个 GMG 这个系列，你看它这个外套。有做出来，可以确认它的可动，它是可以高规制的。哦，这个摩托车也做蛮精致的。你看后面还有车牌，头盔可以戴起来。这样，你看它也可以骑摩托，它可以坐在后面，它可以坐在后面说：“哎、欸，送我一程。”嗯，可以这样。那、哦啊、羊可以站在中间吗？你说一家人这样，披着狼皮的羊，人皮的羊。对，好，总之我觉得这套蛮有意思，它就是有点结合。这种盒玩的概念，可是它已经涂装完成，所以是值得好玩。再下一组，对啊。其实又过了一天，我们继续接续开我的圣诞礼物、嗯。这特色日还算吗？昨天平安夜了，昨天平安夜。对，昨天很平安，今天就不知道平不平安。今天不知道了。好，再来这一组，哇，这一组我很期待。就是之前我开过一个那个 Hello 是盒玩。哦，他就是跟万代联名的，这个设计师就是 Ashley Wu 啊，对 ，Designed by Ashley Wu。那它的价钱，3000找10块，哇，3000找10块是2990，2990。外盒其实蛮精致的、哦，就是用这种硬的材质，它的 logo 都是 B×UV，UV 就是 Ashley Wu 的品牌，那 B 就是班代。这么大颗啊？哦，对，好大颗哦。哦，你看它旁边就是。它代表的一些角色，它的画风就是很有手感。然后之前的小的版本是替换件，可是大的应该就是直接可以打开，是吧？那直接这样打开，有没有？这是做一体的哦，这是蛮值得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有喜欢？你就当做你买了一只科尔鸭，不会死哦，不会死的科尔鸭。哦，这个可以打开。你看后面有按钮，压下去眼睛会发红光。之前我们开那个盒玩的版本就是这么小，欸、在旁边。哎呀，不错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收哎、欸，你看我是不是眼光独到？3000有找，我们再来下一件，巴尔坦星人。什么样的概念？像像螃蟹。就这一只，巴尔坦星人。因为我那边有陆续好几只嘛。是吧？那边有好几只，然后给自己一个使命，知道吗？你好有使命感哦。就是这个巴坦星我都要收到，所以你看这边有一只大只，这是 S Plus 出的巴坦星的，3000块吧？怎么可能3000块啊？可能哦，这是1650，这是1650，可是它有重量啊，这太贵了吧？这是1650，它可能有一些功能，这也有电池哎、欸，你看这个。巴坦星终究是经典、经典就是要让、每一种规格跟尺寸都要收一下。然后我收了
好几款嘛，那每一个厂家做出来的身上的细节啊，然后制作的方式都不太一样。嗯，这都关系到就是未来我们如果有可能开发玩具的话，嗯，我们就要多方了解。所以现在是收集素材，对，观摩跟收集素材，它的动态是有点角度的，它不是这样很死板板站直直的，嗯，它是有一些角度，所以它有设计一个底台，然后那底台其实做的也还 OK， 我觉得就是它的厚度，它不会很单纯一个黑色的。然后他要做造型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蛮值得。如果3000块的话，你特价他的手指，手指做完，刚指甲刚做完，就这样。血色，这个什么血色？我指甲，这个 Iron Man， 你这个指甲做多少钱？我这指甲才做1000多块，这么漂亮，你跟我说血色？这指甲是钢铁人的配色，红色为主，要金边呢，嗯。它到底亮哪里灯啊？就眼睛啊，有稍微有吗？没有意义，有啊。对啊，看不出来。我已经开啦、啊。还是这边太亮。我已经开啦、啊。还是它是手电筒，要这样打开，然后看。哦，它其实它用途是这样。对。它的动态是不太一样的哦。透明蓝这个还蛮漂亮的，它这个八坦星人在设定里面是不是会隐身啊？就是会分身啊。它、哦、最著名就是它会分身，哦、就是它。那边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好好好。那、啊、这个透明蓝的，它的脚有做一些不同的动态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、哦。哎、欸，既然都开到八坦星人了，那就要介绍它的主角超人霸王，就是可能是一个雕像。这一组就是初代超人霸王斯派修姆光线加钱的这个 PVC 情境组。哦，你看，哎、欸，这包的这么高级、哦，我还用这个束带，第一个底台哦，哦，然后这好轻哦，你拿来看，啊，上面就空了。就卖一个底台这样子，没有啊，这个就是展现它光线还没射出去的样子。哇、哦，胸口会发光，帅哦！哎、欸，它头磁吸的哦，那头，哎呦哎呦，第二段它会啵啵啵啵，有没有？啵啵啵啵，就是时间快要到了，哇，帅哦！它那个啵啵光跟我们蓝牙收不到的时候是一样的、啊，磁吸。哎、欸，它有眼珠哦。还是摆就这样，你说早期的，那就是演员要看的那个洞，嗯，这样子，就是以前的这道具服，他那个时候的设计，他就是用那种潜水服，他是最珍贵，就是这些不规则的皱褶，好像里面衣服没有弄干净，就潜水服的那种质感，然后这真的穿皮衣上去，哎，这只雕的不错，哎，啊，好，哎，这不错，他就是他们那个什么什么科学特搜队的战斗机，哎。哦、金属的，这很贵重、啊。对对，你这样讲就对了。猜多少钱？5800，打九折卖你4190。你看它打开，头里面就是开关，然后直接这样放上去。然后它这个，它按第二阶段，它的胸口会亮灯，啵啵啵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心跳，什么来电显示，就是哎要回家了，它的咚咚咚，没有，其实也是代表。超人霸王，他时间快要到了，因为他是他一次可以多久？3分钟嘛，所以变大，然后只能对，所以就他3分钟其实是为了就是拍摄方便，要不然你会拍不完。总之这一组哦，算是老板娘算蛮喜欢的。我没有喜欢超人霸王初代就摆出的斯派修姆光线，那、啊、光线在哪？已经射出去了。再来我们看下一组，好，既然都讲到超人霸王，就一起把超人霸王全部这个一定要收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后面写超可动造型美，那这组艾雷王它出现在旧的昭和超力霸王 7里面的怪兽，然后还有尾部可以替换件，可以做出这种经典的名场面，他把 7缠住哦，他那次叫 7， 对啊，赛文，这个才知道1800而已，很便宜。这样有没有后悔颁布这什么特色日？超浪费，这什么鬼特色 ？Modeloid 出的组装模型，哎、欸，这很帅。它这应该是一款游戏啊，这只当初在发售的时候卖得很好，那想当然了，我自己留了一组。344周千子右卫门卫村镇哦，这很帅，这主动模型，这叫名字啊，就它的头衔，它的头衔，比如说什么啊，乔老师 AKA 烂尾王2050，后面想看我做这一组留言，我就做给你看。带这个应该近期会到货啊。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开箱完，然后我就又买了一盒新的米开朗基罗，然后这一组4000集，4000集，这个可能
我也是忘记价钱，那这买好久了，这至少买了好几年。可是今天这特色是我一定要把它开掉，是售屋出的 Marvel Universe 的，就是钢铁人。哎呦，这脸好好笑。哦，对，这可以，对不对？炫漫画版钢铁人。哇、哦，这箱子是局部上方很精彩哎，你看。你看正面都有一些这种也是漫画风格钢铁人的一些图像 pattern 在上面，然后侧面又不一样哦，侧面是一个光束哦，有没有放射状的光束哦？这一组我记得当初可能买的2000块吧，2000，哇，好像奖杯，来拿起来，哇，你这个2000块值吧？这不可能只有2000块啊，20000块吧？你想骗我？这个身体的这种肌肉线条，这个配色让我想到。华纳维修那一只，是吧？华纳维修那一只，你是不是也玩得很高兴？对不对？这就是玩具，就是要一起分享，多快乐啊！你看老板娘都是在笑的，你看她这个笑容。限量1400件，第58号。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角度有点卡，你看是不是可以？就是比较初代的那种钢铁人的味道，就是漫画的风格，因为它是用漫画去呈现，它不像现在我们看到电影版那种钢铁人，它电影版都把它合理化，让它的那种身上的机甲就更现代感，就是变成比较铠甲的味道。然后它这个甚至于它的身上的铠甲有点那种服贴身体，对对对，就好像蜘蛛人的那种紧身衣，或者是像这种美国队长那种比较紧身的衣服，看他肌肉线条，对，有些肌肉线条，而且这一次这个涂装做得非常好，因为他除了身上这种光泽的效果，因为我们知道钢铁人的光泽嘛，嗯，哦，你看，其实我早都已经想到了，你看这指甲的配色，就为了这一次的开箱准备了，然后他的整个底台啊做得也非常棒，然后展现出他这种视觉的张力，虽然是不是可以？好，我2000收，好卖，成交。我觉得这好好放在这里就好，从你薪水扣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2000收，哎，收，哎，猜这一组，这一组，你问我为什么收，这就是收一个意念，然后它的编号是 GS104，这在《勇者王》系列里面的我王战牙，它可以变那么多不同的形态，然后它整个设计真的很棒哎，最近一直都在研究合体玩具，所以这是必须的，这是素材。素材，对，就算7000就好。好，7000啊。这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我好久以前开箱了。我开箱是样品，可是正式品的时候我没有买合金的 Hagane Works 哎，所以我就最近就请同事帮我找了一下，他说哎、欸、店里还有一支库存，我说好，那我要。这是洛伊德的系列，超重型长牙师，然后是算 Good Smile 跟千子链合作开发，他就挂在这个系列叫 Hagane Works， 他说合金的机甲，这组。5800，这一组如果你还没看过我们开箱，可以看右上角。这个也是之前想开箱给大家看，可是就还没开。捷运超人啊，它也是好微笑推出的，就只有合体这个系列。Hagane Works 就是有金属成分多一点，这个就是以塑胶为主，可是是完成品。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勇者系列卡通里面的勇者特辑哦，你记不记得以前新干线会穿过来，就变身了。就是童年的回忆，我们的童年回忆。那我让你知道这童年回忆多少钱可以买到，用钱可以买到都不会贵，6450。后面开箱给大家看。6450。上一支影片我们是开，比如说2023年度什么合金玩具必收什么的，这个有人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也看到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邱老师既然没有把这个品项放在这个清单里面，我怎么可能会没留？我只找一个机会，我就在等你们留言。”不利之位推出的这个最强合金机器人就是阿强一号，哦，这一支被大家评价蛮好的，我蛮意外的。有没有？哎呀，哦，他这个算是无敌铁金刚50周年纪念设计出来的，可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开箱。怎么给一个竹篮呢、啊？这开玩笑吗？但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看到知道为什么我会这种表情呢？好，空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空的。国王的。我收了一个空气，没有啦，这个应该要挡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后面可以拉看，很酷。老板，猜一下这多少钱？36000。对啊，36000变啦，8400就好。哎、欸，你好像有安排哦。怎么意思？这个价钱好像越来越高哎、欸。没有，没有这种事。当然，你为什么推的？
我不打算拿这个出来。一样东西。欸，可是不同品牌，超合金文万代出的，这个我们就是要做比较，没有比较没有伤害。可是这个我价钱忘了查，这个可能1000块而已。不可能啊，万代卖的才1000块，是这么重欸。对啊，铁而已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铁而已。这个也是童年的回忆。Go Go Power Ranger， 哒哒哒哒哒，就是那为什么我现在会拿出来呢？这我们之前开箱过了，可以看右上角。可是我们经过了多少次的搬家以后，我找不到它了。然后最近又再版，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童年回忆。我已经找到了，可能旧版的一个角落吧，可能只能等那边大搬家才可以挖出来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童年不可以缺少这个兽帝大兽神，它是除了只有大兽神以外，还加了伊特龙。就这种包装能不买吗？而且怎么可以只买一只？所以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，就 Kobe 跟我们很好，哦，我会担心说他想买的时候没有。哦，像小江突然那一天，哎，他现在很常说，哎，你大兽神有多，那你卖我好了。哦，那时候我就可以小赚一点。是吗？对对对，你会卖他们钱吗？对，你就拿去吧，反正我超多的。好，那这个售价是10000。出头，一万出头，我就算10000好了，13000了，13000，26000，科比记得结账哦。那还有几只啊？最后了啦，已经最后5个了耶。就之前我们去看 Mega House 的特展，在台湾的特展，套出一组 POP 的 PP 酸成品。那我单纯觉得它的造型我很喜欢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讲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，我要把它买回来。它就是雷神。爱你了。对啦，其实这个是那天我就是去看完展览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嚷嚷说：“哦，这个我要买，这个我要买。”然后我们的志哥好久没出现，志哥他就说：“我帮你订了。”然后到货的时候他说：“哎，你上次不是说你要买那雷神到了，还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”包装好好玩的，我可以玩很久。就雷神啊，海神叉。哎，他这样。分阴影处哎，你看它这个，它都有喷那个逆光的阴影，哇，用心哦，蛮有意思的，因为很少有这种PP 完成品，它是做这种直立式的，所以很省空间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，我觉得哎，还有一个那个座的设计，然后莲花宝座，莲花宝座，像航海王里面有一些角色，它的设定就很有趣，比如说它做出这种长河锤啊，或者它的裤子做出这种那么大的那种灯笼裤啊。他就会用一些很浮夸的造型去诠释他的角色，然后又加上 Mega House POP 的做工，像我们刚刚看到他的这个皮肤的那种光影变化，也做得特别好。然后还有像刚刚他手上拿的这把武器，他有做这种阴影的处理，这种金属光泽的效果，我觉得也是这件作品非常加分的地方。这就好像有时候看这种卡通，然后变电影版，你就会想知道他怎么去诠释这些人，比如说像索隆的刀是软的啊。然后蹲下去会折到，折到没有，就是因为它很多那种奇幻，像最近像那个《悠游白书》啊，有没有？它有那种真人版，然后它里面的有一些画出来的角色很奇怪的，可是它怎么样用真人的方式诠释？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。所以这不是只是就是买玩具这么肤浅，我们这就是要了解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的国际玩具特色是这样，玩具是不是很好玩？这有什么特色？是太扯了啦！这还好吧，就是31号，你该不会又有另外一个特色吧？然后这些品项，老板娘最喜欢什么？我最喜欢哦。对对对，我开的这些，如果这些选的话，我喜欢这个。就是老鹰精的部分，不是老鹰精。那其实我觉得我品味也不错，就是我真的会去收的，就是有它的价值在。你们有没有认同？认不认同？嗯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吧。都你们自己说就好了。好，奇怪呢。OK， 后面还想看乔老师特色什么系列？你知道今天的价钱是多少吗？你有在记哦？我有在记啊，我记得好好的，我用红笔警告的意思啊。93540，然后还有一个没报价，什么？这个莲花宝座还没报。哦，最后一只就算7000出头了。总金额是10万元。哇。10万我觉得还好，特色你看一个圣诞节买一个10万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都买那种便宜的东西啊。那后续还想看乔老师哪一个节日特色，还是你觉得还有什么？乔老师在鬼车什么的话，应该后面还有节日，就带来的农历年特色、过年特色，你自己安排好是这样。还有很多可以特色的特色是我安排的，不是你安排的。OK，
那希望你们点订阅。那乔老师的国际玩具特色日没有下次见，是不是还忘记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有新的？问你啊，你是要凑近来这边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都是一样的东西啊，不都开过了吗？怎么有新的？因为我会留第二份，因为我怕会那个弄丢，对，弄丢或坏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也是你的王者基多啦，这是之前的吧？好啦，这太扯了，这个可能3000块而已吧。对，好，来3000块卖掉。